行政院天然水不民众登记进行五派权力，你也国家部分也做成加码，从下回会时比较去年下总理就权推出下总权2.2兆元，两百系统数位帮天，大部分的名额500个人，总计违法40万元。下回会表示，按顺序带动100万元到下家庄去消费，又希望创造下家庄16日的经济产出。带领业者很出客户，消费费渐渐进行五倍券，未推出加码措施。今年卡总券2.0的名额，同去年来比，虽然大部分名额800块，减少到500块，不过发放的分数每季下增加到40万分。希望就行卡总年去卡总了，带动经济。人人多的12万分，最主要按本人人民众朋友来到人人合作，来了解人人合作。阿人希望能带动100万人来到咱的合作，来聊聊，可以带动提升咱的在地的合作经济，中共产生16亿。台北卡总庆捐款用出签的方式，民众一心起誓两进行五块钱计下，石头行渐渐推出个捐款平台做登记参加出签，许多人收到健身了后，都是用条码去卡总个店买东西。因为台北卡总庆用数位的方式，为着实际消费的经验了扣钱，用几多扣几多，就算钱入卡费没使得用，唔够是带来其他嘅实际好功能，也就有无捐款嘅看法。爱起多了，白安用电子支付安用，然后起了好好了哈。昨天讲100，因就为你还用发费，提100多哈，下次就讲又提100多消费机会，所以讲你吃几多发几多，哦，今天他金蛮好，好吃吃又发费安用，会比较缩小，对，因为一次用完的话，我们的营业会拉比较快。咖啡费工卡总庆2.0，完全对十几间企业使用，到明年新年为止，每到窗台十几间电视，七十间卡总来招募，完全要超过2000间店使用。卡新闻网今天的影片特别报道。